电影《冲锋战警》昨日发布了终极海报，演过上百次警察的男主角任达华现场表示不怕重复，理由是警察永远有新角度，因为戏中有大量的武打戏份。孝顺的女儿呢，为了拼命的老爸担心不已，最后还小小的惩罚了一下。在多部香港警匪片中都有突出表现的任达华曾笑言自己这一生都留着警察的血，此番任达华在《冲锋战警》中再度穿上警服，饰演了一名警察。早已青春不在的他还在戏中上演了一出危险的跳楼戏码，使得女儿为其很是担心，担心之余还小小的惩罚了这个淘气老爸。最后我也给你女儿罚站了十分钟，因为看了这个一点点危险的动作之后呢，我女儿就有点不安心，太太也有点不安心，结果就罚站十分钟。我说华哥，如此年纪还又是罚站又是跳楼的，这么拼命是为哪般啊？您这身体可以不服老，但是上了岁数的人都有的通病，恐怕连华哥您也没能逃过啊。但是我就作为一个演员，那我是一个演员，我最后选择我是一个演员，所以觉得我最后我是一个演员，我也想我是一个演员，我应该寻找我自己喜欢的工作。